各位同学好，我是林文老师。你现在所收看的是财经研究所英文考题的分析。各位在荧幕上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原文呐，写得非常清楚啊。我们拿下来要来看看刻漏字部分，我就讲解其中两题，各位对照一下 millions of American， 看得非常清楚。下面有 prohibit 跟 making，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文章讲解部分，你会看得非常清楚，左右对照。基本上来找老师上课，一对四上课就代表我能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进步最大。还有，英文是一辈子的能力，请你让他跟着你一辈子能力走，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我们先来看，他说100万级的美国人因为疫情，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吧？如果疫情你看不懂，研究所考试也跟不上了，所以他必须把他的旅行计划另做一些调整。讲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如此。这边看到下面四个选项，有 prohibited、curtail、downplay 跟 introspect。其实学英文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词类变化，才知道什么字从哪里变来的。简单来说吧，第一个单字有没有什么变化？有啊，它就很单纯，叫禁止啊，这个你字典都可以查得出来，我都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它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它顶多就是有名词用法。重点在下面，林文老师有一个口诀，让你把下面所有的主旨通通背起来，除了这些主旨以外，当然还有更多的主旨通通把它背起来，但是就是有一个例外，所以我才跟你讲说，反正总之这边不是阻止他的计划，他要调整他的计划，删减他的计划。 downplay 这个单词从字面上就很好背了，为什么？因为当加上 play 怎么看都不算是一个正面用词，对不对？这边讲轻描淡写低估，我想你从低估可以看得出来，你会比较清楚一点，当然看文章看例句会更清楚。 introspect 这个字你到了大学研究所一定要了解， SPCD 是一个重要的字根，比如说往里面看是什么单字呢，这边写的轻很清楚，重复看是什么意思呢，词类变化也是超多的，往外看什么意思呢，哦，这个词类变化更多，你看到非常丰富的变化，这是一对一上课我给你做解释的。当然还有的是加在后面的，不，我们再来一个比较有趣的单词叫 suspect， 这次你有看过吗？词类变化又是非常的多，我只在那边给你讲几个简单的重点。好， intro 这个是往内，往内代表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字就很清楚了，往里面看非常的清楚，是不是？如果有一个很有趣叫 retro， retro 是这个反的概念，对不起我都没有讲得很清楚，因为我讲得清楚你就背起来了，来找我上课才会跟你说清楚讲明白嘛。而且这些看到其实都是这个字根本很少用，选它的机会根本是极低啊，也就你大量看文章就懂了。好，接下来那不就答案就是 curtail 了吗？这个字没有什么特别的难的啦，是这个字答案就是我们的正确答案，它就代表删减，它把它所有的旅游计划要做一些调整，就是缩减的动作了，这 curtail 怎么背它啊？背英文当字单有很多种方法，节目上可以看到 tail 是尾巴，尾巴人叫裁缝师，如果你不能从尾巴人背到裁缝，或者说裁缝加制作变得量身定制，不能联想跟推理，找我上课就对了。语言的学习本来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来背，这是最大学习最大的优点。那基本上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看到破纪录这么多人他们前往度假，在去年的时候，当然今年因为疫情都影响，所以他说一定很少， many fewer 很少，预计会采取这个计划。这边有个很大的重点哦，他讲今年，所以 expect 这个字他用被动式，被动式是期待吗？第一个完全不是，这点我可以告诉你，到了大学你应该知道这个最大的差别了吧？什么意思啊？这个字他主动的时候才是期待，被动的时候完全不是期待，你去 Google 打字就知道了。来，我们再 Google 在这个位置来看，比如说 he re-expect 就这么简单，我们很简单 to see you， 他很渴望看到你，是不是够简单的？你看 Google 的翻译哦，可是这句话我们把它变成被动式的结构，哎，就有意思啦。来，各位看看它的右手边中文的解释，它完全看不出来哈。预计啊，通常我们这个预计的时候也是不见得人当主持，我应该讲说这个活动吧，我们看讲说这个活动 this event， 然后呢举办，我们有个片语叫 take place， 我们看这边有比较说的比较清楚，有，各位看到没有？人的话是叫预计，事情的时候这边就代表预计的意思了，就代表他本身不会期望，他是预计，所以才可以参考说很少人，我们预计很少人会从事类似的旅行。那这边又出现了一个不动词语法 to， 这边为什么会一个叫做 to have 这个用法呢？譬如说刚刚这边写个 to， 那怎么会变成 to have 再加上一个 taken 用法呢？ to have taken place， 简单来说哈，这个一级打错字，我们在字典例句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有趣的重点了。怎么会 to 后面再加个完成式语法呢？有真的有这种语法呢，我们来看的例句群里面就有。来，我们先打 expected、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用法，希望它是有，哎呀它没有真是够可惜的。那我们再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句型，也没
没有，哎呀，真是太可惜了。不然我们再看看有没有 to have taken 这样的用法。如果再没有，我就杀人了。有，各位看到出现了。你看，似乎这是一个现在式，可是为什么 to 会加完成式呢？有意思哈，这边有是跟类似的结构，而reported to 有点像 are expected to have taken part， 你看到没有，不定词后面会接完成式结构的。所以为什么在选项当中它出了这个选项来让各位同学说，哎，这个选项可不可以选呢？你看这边一个叫 to have made， 那正确答案填的是 to make， 因为它指的是今年，所以代表 to make。 如果是去年，很可能就是 to have made， 就代表在时态当中是有很多的变化用法。刚我找的例句的用法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有些地方是不容易，当然我们再来语音助理再听一下这段话更清楚。Millions of Americans have curtailed their Thanksgiving travel plans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Last year, a record 26 million people flew across the country for the holiday. This year, many fewer are expected to make similar trips. But one destination is always quiet at Thanksgiving, and during other public holidays too, the delivery room. The number of births is 18% lower during public holidays than the rest of the year, according to a new working paper.各位有听出来什么美中不足的地方吗？就是这个 M 他给我念 meter 没有办法，要特别去调整。语音助理虽然念得非常清楚，就是有些小单字需要去调整。总之找林文老师一对一上课吧。如果你是就业族，你要考托福、多益、雅思，你要各种的公职考试，你觉得市面上很多的题目不知道对错，找我一对一上课，我半小时才收费500，绝对保证你三倍的效果。来吧，试上一堂课你就知道了嘛，对不对？老师有没有学就知道了，等你找我咯，拜拜。